后疫情时代，人工智能全面助力重启经济发动机。短期内，我们比较注重人工智能产业的这种细节化和应用化。AI 技术风起云涌，将带来哪些新经济业态？你的市场大小决定了你这个网络能增长到什么程度，可以满足更多的消费者层面的这种个性化的需求。作为智能化的基础，各国纷纷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数字化转型一旦成功，竞争者不是那么容易追赶的。财经正前方正在关注。近半年以来，在全球协力抗疫的需求之下，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等新经济形态被赋予了更多的期待和重任，而人工智能技术的提速也带来了许多的意外惊喜。比如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采用了云端的形式，但是呢，令人意外的是，这种方式带来的观展人数却远远超过了往期召开线下大会时的观展人数。此采用的云上互动形式，实际上也给了更多科技展品展示的机会。在这段在线经济井喷式增长的时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以 AI 为基础的数字化转型正在赋能百业，并且重塑和渗透到社会经济运转的各个层面，正在成为一场比工业化速度更快、影响更深远的革命。但是同时呢，也有不少人对人工智能技术这种超速发展可能带来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例如，因为防控疫情而进行的海量数据采集和分析对个人隐私有何影响？这些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怎么界定的？ AI 大量介入有没有带来新的不平等等思考？本期的节目，我们就将一起来探讨，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目前人工智能在哪些方面推动了经济增长，又是否可以真正引发经济起点的到来。2020年的过去半年，疫情冲击下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发展面临更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许多行业被迫按下了暂停键，而这也为后疫情时代孕育出了新机。这让人工智能得以大规模赋能传统行业，为全球经济复苏按下加速键。斯艾普相关报告预计，到2030年，全球得益于人工智能推动的经济增长将高达15.7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7万亿美元。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在线会议、在线教育、在线医疗，这些行业的爆发式增长是人们直观感受到的。而支撑这些增长的物联网、大数据、AR、VR 等这些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应用，也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机遇。后疫情时代，我们可以预期企业会进入全面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不会只是大型企业的这个奢侈品，跟以前不一样，而是企业下一个时代的标准生存技能。人工智能作为数字化转型核心技术，也将扮演这种非常至关重要的角色。7月，2020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云端峰会在上海举行。大会首次采用线上活动为主的形式，邀请演讲嘉宾超过500位，其中7位图灵奖得主、39位院士及80多位科技企业家。今年受疫情影响，很多大小会议都无法开展更多线下活动，许多企业和政府也纷纷开始尝试线上办公开会。有了半年来的认知基础，这次人工智能云端峰会与2019年同期大会的24万人次观展规模相比，带动了更多人的参与。截至7月11日下午15时，观看人数超过1.15亿人次，也让更多的 AI 应用类型得以在线上呈现。10年前，手机可能只是大家一个打电话的一个方式，但是现在手机基本上成为我们另外的一个器官了，虽然这个器官是一个设备。所以 AI 技术作为一项特殊的技能或者技术，它将来肯定也会成为我们的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很多被 AI 在引导跟影响，比如说目前很多外卖小哥的一个调度算法，它就是一个 AI 技术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呈现，只是我们没有感受到，但是那些外卖小哥是被 AI 算法进行调度的。AI 技术其实它跟人会一种共存的状态，其实这一块也会考虑到将来，因为每个人使用技术的水平不一样，会导致人跟人在这一块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疫情与 AI 相遇，使得原本平稳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获得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机遇。例如，这次疫情让人工智能拥有大规模收集人员流动、生活需求的信息数据的机会，为未来城市治理提供了精细化的解决方案。疫情中涌现大量患者数据，也让人工智能得以深度学习更多病情案例，为医务工作者提供精准参考分析条件。当前，人工智能作为这一轮经济变革的重心，成为各国争相竞逐的赛道。目前，全球包括美国、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人工智能相关的战略规划和政策部署。例如，2019年，美国陆续颁布《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导地位》《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美国人工智能时代行动蓝图》三部重要政策，并将政策态度从引导和扶持转为必须领先。从美国来讲的话，它是把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的研发放在它一个战略规划的一个重要的地位上面。那么这里的核心技术呢，主要是指人工智能技术它底层的一些运算的法则啊，它的算法啊。同时呢，美国也是在制定一些人工智能产业的规则、法则、标准，甚至是道德这个标准的一些框架。那么它的这个计划呢，或者是打算呢，就是希望在以后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上能够有一些话语权。中国方面，在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战略确立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将人工智能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随后2019年3月，将人工智能升级为智能家。2019年6月，人工智能治理原则首次被提出，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政策等。目前来看，中国在人工智能赛道上已然开足马力。目前从我国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的规划来看呢，在短期内我们比较注重人工智能产业的这种细节化和应用化，主要是应用在消费啊、生产呀、和公共安全这些领域。在中长期要实现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些重大突破可以说我们的规划是从一个应用实践然后到基础理论突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一个从应用到理论的这种规划逻辑，我想它也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现在尽管整个的经济体量非常大，但是呢，从人均的这个水平上来看，人均数还是非常低的，所以有很高的这个增长空间。那么在下一步的这个经济继续增长，或者说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以前的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转成一种精细化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优势就可以发挥出来，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优势呢，把过去粗放型经济发展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低效的经济活动、资源浪费的经济活动把它减少、把它消除，那么可以提升我们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从而增强呢这个人们这个生活质量的高质量的一个提升。一种技术要在全球范围内渗透，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麦肯锡曾经做过数据模拟，结果显示呢，到2030年，大约有1/3的公司能够在整个组织范围内吸收全套的人工智能技术。但是目前来看啊，企业或者是组织由于学习和部署 AI 成本较高，最初采用人工智能的速度可能会比较慢，特别是小企业在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时候，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局限。然而在目前席卷全球的在线经济转型浪潮之下，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有可能为全球额外贡献13万亿美元的 GDP 增长，平均每年推动 GDP 增长约 1.2%， 足以比肩历史上其他几种通用技术所带来的变革性影响。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去关注有哪些行业在 AI 的影响下正在发生深度的革新，又有哪些新的经济业态正在诞生。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发展历程，尽管呢期间是兴起过几次研究热潮，但是直到2016年的阿尔法狗大战李世石之后，人工智能才算是真正的进入到了社会大众的视野。2016年也因此被称为是人工智能商业化元年。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得以加速地进入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阶段，关键是在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开启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而人工智能技术摸索了多年以后，技术路线已经与世界产业变革的路径相契合。同时在过去的10多年里，作为此轮科技革命技术核心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通信等信息技术快速迭代和应用，使数据信息的生产、存储、处理、分析和传输等多个环节都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这才使得人工智能可以进入到实际的运用中。比如车辆自动驾驶、人脸识别、智慧医疗等等，都已经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数据储存成本大幅度下降，图像识别和机器学习的进步，人工智能医疗可行性大大提高。例如，在协助医生提高诊断效率方面， AI 依靠收集全球海量的健康或疾病的信息，建立针对特定病症的数据模型，针对每个患者进行各项体征评估，再将全球相同病例所使用过治疗手段、成效，在分析之后，最短时间内呈现在医生面前，为医生提供临床数据基础和治疗建议。对于医生诊断病患，影像片的观测是治疗的第一步，医生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判断的精准程度。现在 AI 医学图像能够识别执行复杂的图像识别任务，从而降低误诊的风险。 AI 技术在医疗行业，比如说在医生的读片，发现某一些部位的一个病变状况，机器读只需要15秒钟，而人类可能需要1到2分钟的时间。所以在医疗的辅助诊断这一块， AI 技术其实给医院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提高。很多人每年都会做一个日常的正常的一个体检，年度体检，那么体检之后就有很多很多的影像资料产生出来，也就是我们拍的这个 CT 片也好，然后B 超 片子也好，那么这么多的影像资料放在过去是需要靠人类医生的这种肉眼的观察和这种肉眼的判断来决断、来决定这个体检者是否有一些疾病的先兆。那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啊，那它是一个非常枯燥的、重复的、疲劳的一个工作，很容易产生误诊。那现在有了人工智能的技术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现有的这些影像资料的数据和医生过去在诊断的一些数据呢，让人工智能、让这个机器、计算机去学习，它可以从中呢推导出一个所谓人类医生诊断疾病的一个逻辑，然后用这个逻辑呢再应用到新的影像资料上，做出自己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判断，可以给出一个初步的一个诊断，也降低了人类这种误诊的一个概率。在医生与 AI 的最高级别精度配合方面， AI 手术医用机器人已经开始进入逐渐普及阶段。手术机器人最初用于泌尿外科的微创手术，现在已经广泛应用胸腔、腹腔手术等高难度手术操作。未来随着 5G、AI 等技术的持续推进，全球顶尖医生和患者即使在不同的地方，也能通过人工智能这个媒介进行远程手术，这样既节约了医疗成本，又让患者得到了最好的医疗资源。近年来，很多大型制造商受成本和效率影响，开始瞄准 AI 在工业层面上的运用，并进行智慧工厂的更新换代。智慧工厂的浪潮从德国开始，正向着美国、日本及中国等全球各地迅速扩散，驱动全球各大产业的升级转型。数字化转型跟 AI 核心的目的现在其实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怎么对客户做更好、更个性化的服务，另外一个就是在怎么样在维持更好的服务的同时，也能够大幅降低成本。那以我们国内我们最关心的这个制造业转型为例，传统制造业习惯的是这种大量少样的生产模式，因为这样可以取得最低的生产成本。但是在全球需求都在往少量多样的长尾市场走的时候，
传统的大量少量的市场所给予的这个报价还有毛利也不停的被压缩当中，那直到没有利润，所以我们看到大量的这个传统的制造企业这几年的这波这个转型中非常多不幸的倒闭了。所以制造智慧制造或智能工厂应该追寻的，我们在追寻的就是说怎么样在少量多样的长尾生产模式下面有更快的企业响应速度，这个客户服务能力跟更好的生产成本。全新的升级后，生产制造业从产品规划阶段起到生产及销售的整个过程采用数字自动化系统，涵盖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和物联网等信息通讯技术，在加快效率的同时完全模拟和预测工厂运行轨迹，让客户和厂商能够足不出户观测工厂动态。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浪潮掀起，作为 AI 技术头部国家之一的中国，近期发布的《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报告2020》的数据显示，从797家中国人工智能骨干企业中的581家应用层企业的应用领域分布看，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广泛分布在18个应用领域。其中，企业技术集成与方案提供、智能机器人两个应用领域的企业数占比最高，分别为15.43%和9.66%。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平台、新媒体和数字内容、智能医疗、智能硬件、金融科技、智能商业和零售、智能制造领域企业数占比相对较高，分别为8.91%、8.91%、7.65%、7.03%、6.65%、6.52%、6.15%。智能农业的占比最低，仅为0.75%。从数据看，人工智能与行业融合正在加速，未来发展空间巨大。我们在感叹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变革和经济效益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一名焦虑者的身份去讨论人类与人工智能相处的问题。比如，如果脑机互联技术成为现实，那么我是谁这样的哲学问题也会因为技术的发展而出现了新的语境，实际的人与可能存在的人的关系等都会成为新的伦理课题。此外呢， AI 已经成为了国家安全、国际贸易、心理学、法律、个人隐私等多个方面必须考量的因素。比如说，当无人驾驶的汽车撞车的时候，当智能医疗设备出错的时候，要谁来负责呢？怎样防止人工智能被用作种族歧视和财务造假等等？因此，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的未来也不能仅仅掌握在科学家和科技公司手中，人文社科学者和思想家们不能缺席，因为这不仅是科技和科学家的未来，也是整个人类的未来。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共同关注全球正在哪些方面加速推进数字化经济进程。在当今相互连接的世界中，人们已经大范围地接纳新兴的数字技术，很多经济活动和行为习惯也都在发生着变化。现在呢，需要掌握更多的信息，才可能更好地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活品质。因此，从企业到政府机构，都正在以数字化转型的方式参与，以创新和保持竞争力。IDC 的数据显示，全球数字化转型技术的支出在2017年达到了1.3万亿美元，预计到2021年，全球的数字化支出的总额将会超出2.1万亿美元，支出几乎是翻了一番。实际上呢，真正的数字化转型是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商业模式和流程，而不是仅仅修补或者是改进目前的传统方法。因此呢，如何打破传统的经验驱动决策的方式成为了关键点。有分析认为，拥有越多数据模型和数据参考量的国家将可能会成为这一轮全球数字化转型的佼佼者。未来人工智能技术高度发展带来的完全智能化环境，需要以信息化、数字化作为基础，将数据进行收集转化处理。因此，全球各主要国家也在逐步开始着手于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步骤。
而2020年初的这场疫情也迫使无数企业开始审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那你首先要有数据，但是孤立的数据是毫无意义的，只有把数据组合成一段有意义的人类可以理解的一段文字，这样的话可以让人可以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理解了这段意思不代表我们可以知道未来，不代表我们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所以通过把我们的数字进行智能化，我们需要 AI 技术的使用。所以 AI 技术的使用也需要两个前提，需要有足够多的数据，然后把这数据进行一个整理，这个时候才能够进行一个 AI， 把它 AI 化，然后获得一些什么呢？获得一些智能。这个智能可以是验证我们已经有的一些想法，就是通过数据来验证我们之前的经验，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原来人类的视觉识别能力其实可能达不到计算机的那么高的水平。这样的转型过程就像上楼梯一样，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过程。华为发布全球产业展望 GIV 2025预测，到2025年，个人智能终端数将达400亿，全球连接总数达到1000亿，这1000亿将使万物感知带来的数据洪流与各产业深度融合，并创造23万亿美元数字经济。我们举个例子来参考，披萨行业的两个龙头达美乐跟必胜客。达美乐长期的市场占有率一直是小于必胜客，必胜客以前一直是龙头，但是从8年前、9年前开始，达美乐推行全面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数据分析等技术提高对客户个性化服务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呢，也这个在内部提高这个高服务水平的同时，去降低内部成本。那被自动化的人力则转去做数据分析相关的工作，进一步能够继续的提升这个公司的效率。那根据达美乐披萨去年公布出来的数据，现在大概这个公司有50%到60%的人，也就是说除了做烤披萨这个送披萨的人以外，50%到60%的人是做数据分析相关的工作的。这反映出来的效果非常的惊人，在过去9年里面，他们的股价提升了25到30倍，那同一个时间必胜客的母公司股价只提升了2倍。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上面看到，数字化转型一旦成功，竞争者不是那么容易追赶的。有新机遇，同样也会出现新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当技术快速发展时，技术的普及程度难免会出现落差。例如，在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间，网络覆盖程度的差异和对新应用的认知局限问题正在逐渐显现。未来可能出现的地区差异化，会否给教育、就业、经济等方面造成新一轮的不平等？现在政府可能比较关心的是人的基本需求，就是一个贫穷跟财富的需求，就是，但是除了这一块的一个差距以外，还有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一个，技术，因为技术使用的不同导致的人跟人之间的差距，因为你使用的不同的技术，你没有被互联网覆盖到，你没办法接触到那么多信息，所以你的知识技能相比于那些已经接触过的，你就会确实很多。还想讲一下，就是在新加坡在这块怎么做，他们已经看到技术可能会让一些人被抛弃，所以新加坡政府给超过45岁的一些工作人员给他发放那种技能补助，就你去上什么课政府给你钱让你去赶上这样一个技术的潮流。但显然我们还在国内还做的相对比较少，不管是年龄比较大的，就是45岁以上的一些工作人员，还是一些年龄比较小的，都应该去激发他们，让他跟上他们时代的步伐。比如说让他们了解什么叫 AI 技术， AI 技术对他们生活有什么影响，他能不能通过使用 AI 技术让他的生活更美好。数字经济经历4个阶段大约7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多个层次，成为影响全球经济持续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而海量数据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经济学人曾发表文章称，数据已经取代石油，成为当今世界最有价值的资源。面对数据时代的新变化，反垄断监管和价值判断者也应转变思维。新经济形势下，很多大的科技类企业、互联网企业、电商企业，其实它拥有的最主要的、最有价值的资产，不再是过去的厂房啊、设备和土地了，而是数据。但是目前来看，
这个数据怎么去给它一个合适的价值的衡量，怎么把这个数据当成它有价值的资产反映到它的这个所谓财务报表上，让投资者能够清晰的准确的给予一定的估值，我想现在还是没有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啊，或者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是接下来我们不论是从法律上面，还是从这个会计上面，还是从其他的一些这个规则的制定上面，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国家间的对数字经济的重视程度，必将影响个人对数据价值的觉醒。对于个人数据价值，我们又该憧憬一个怎样的未来？比如说将来我可以想象，我的下一代如果说想知道，哎，他的爷爷以前去过哪个地方，他通过看那些数据，看他的个人的数据资产，他就知道可以还原他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不只是一些图片，不只是一些视频，还有他各种各样的数据。所以我认为所以我现在自己都有意识地收集一些数据，比如说我戴手表知道我的一些睡眠数据我的一些就是运动的一些数据，对，可能将来有用，可能保险公司想调我的一些，对吧？如果我告诉保险公司我过去三年我经常每三天去一次健身房，他感觉啊我生活很健康，可能给我降低一点保费，打个折。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怎么证明，对吧？所以我认为个人数据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只是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块。而且还是因为就是说，因为现在收集数据的方式太杂了，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数据都统一到一起，这也是目前存在一些问题。现在科技界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在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就会像水一样无所不在，每家每户都会使用。那时的人工智能可能并不会增加你的竞争力，而恰恰相反，不用人工智能可能会成为你竞争的劣势。因此呢，在这场全球共同推进的新技术、新经济浪潮中，要求参与者必须要建立自己的 AI 眼光和 AI 能力。从当前格局来看，中国拥有市场、资本以及对用户的深度理解，而印度呢，拥有出色的程序员，东欧拥有大量的算法工程师和数学家，美国则是拥有人工智能技术最前沿的研究者。面对未来全球合作当中长板对长板的这样一种协作状态时，如何知道全世界哪儿有最好的人才，如何驾驭他们的能力，如何与需求深度结合，这些都成为了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乃至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